入了汉服社，我说哇，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服饰，就是他的把女孩子的古典美啊，然后身上的一些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后来就哎，我有了汉服，但是我每天披头散发的怎么办呢？那想一想，然后又检索了新技能，就觉得啊，他们做的那些首饰好漂亮呀，然后就包括自己去找一些文献资料呀，去拜师，然后就想要去做这个。就会带一个这样的木椅，然后既能防晒，然后又还能就是挡到别人的目光吧。这一套的话就是文献资料上的话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段，包括也没有出土文物来佐证，所以它这套服饰的话争议还是蛮大的。但是喜欢这套汉服就这个制式的年轻女孩子特别多啊，漂亮嘛然后她把唐朝的那种雍容华贵展现得淋漓尽致。